台下有也有观众说你往前抢一抢，但是我认为你跟狗抢个什么劲儿呢？就是你给他抢赢了吧，就说你把狗赢了也不光彩，你要说输了你还不如一条狗也没啥意思。我们家的那个狗已经跟我两年多了，就是从它特别小的时候一直在我身边、嗯、但是就如果现在交男朋友的话，我感觉都不会有狗跟我在一起的时间长。那倒是、嗯、因为认识狗在先，认识男朋友在后嘛。对、啊、十三号留言，女嘉宾你好，你看我颜值这一块还有我这身材能适合你吗？不知道吗？啊，那明白了。刘岩觉得姑娘怎么样？啊，挺好。假如说我俩牵手了，啊，就我颜值啥的，我这个颜值能比狗颜值高点吧？对不对？我能排在前面吗？颜值能排到，但是地位我感觉挺够呛的。